明天还是32。是你、啊，我们见过吗？对啊，昨天我们见过，也是在这里、啊。你可能认错人了。那今天是几月几号？4月30号啊。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我可以请假吗？我好像生病了。今天还是30号，就像那什么土拨鼠之日一样，驳回了。嗯，你相信我。过来。疼啊！你该不是睡糊涂了吧？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所以你们俩在同一个地点，同一个时间，嗯，然后还用了同样一种方式，见了2次。嗯。帅吗？帅，是心动的感觉。我看你这是心肌梗塞的感觉。你别扯开话题行不行啊？我在跟你讲正事儿。我讲的也是正事啊，喜欢就追嘛，女追男，不是隔头杀吗？